一，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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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
这一顿给我俩臭显摆，好像她老公对她也多好似的。我能让她憋屈吗？真有意思，我累死她。嗯，哎呀，这媳妇儿啊，你这是累死我了。嗯，你说你的虚荣心呢？停，田顺芳。哎，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接过你们老钱家熊熊燃烧的传宗接代的圣火了？我这点待遇没有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发一朋友圈，都有100来个争先恐后的抱着我跑圈去。你是头子，我信你是冠军啊。哎呀，爸爸歇会儿。哎哎哎，咋不叫人呢？阿姨爱放。哎哎哎，好好叫阿姨。阿姨父好。娘娘好。好好好，把包放下来啊。行，快洗手准备吃饭吧。爸，我妈走没？哦，你妈呀今天和你姥姥和你姥爷坐火车去给你舅姥爷过生日去了。太好了。哎，这孩子，你妈走了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哎，妞妞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阿姨父啊，明天我也邀请几个要好的同学来我们家玩。哎呦，这么小小孩知道请客啊。嗨，他们现在小孩都这样啊。这今天去我们家，这后天呀，就去他们家。这明天看来是轮咱们家了，是不是？对。行，你放心吧，到时候爸给你做几个好菜啊。爸，我有个想法。你说吧。爸爸，你爱我吗？这孩子问这问题。回答我。爱你，你是爸的心头肉。爸爸，我也爱你，你也是我的心头肉。哎呦，宝贝女儿。陈师傅，哎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我是你的什么呀？你是我的脂肪肝。有多远滚多远。你还是我的猪头肉。对，行，你放心吧啊，明天啊你那些小朋友来了，爸给你准备8个菜，好不好？不是吃饭的事儿啊，我们那几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是特厉害的人，老有钱了。上回我去他们家的时候，看见他们家里有大汽车，有的住大别墅，有的家还有保姆呢。哟，他们问我爸爸是干什么的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啊，我爸爸也是大老板，我爸爸也是做大买卖的人。我们家也有汽车，我们家也有保姆。哎，妞妞你过来，你怎么说瞎话呢？啊，这可不行啊，咱家啥时候有大汽车呀？咱家啥时候有保姆啊？大姐夫啊，那你是干啥的？我是物业的呀。那你们物业的口号是什么呀？做好小区业主的保姆。你看看 你们还是保姆吗？哎呀，妞妞回答的没错啊，在同学面前咱可不能跌份。对对，哎，你这一点很像你二姨啊。啊，对哈，妞妞。哎，这一点呢你特别像二姨，就是这种气质呢要从小培养，知道吗？你这个长，你长得如果要再像你二姨一点的话，那你就无敌了。爸，就这一次你也不能让同学们笑话我呀，你就演一次老板呗，不让你白帮忙，算一次生意演出，这样从我压岁钱里扣还不行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还有商业头脑，没事，你爸爸演一回也不值多少钱，就5块钱的事。给个赞，牛牛，商业巨女，你过来，你怎么说瞎话呢？啊，爸怎么告诉你的，让你做一个诚实的孩子？你去。你到房间去好好想一想，等着我，一会儿我跟你谈心。怎么又谈心呢？我最怕跟你谈心了。哎，你不谈心你怎么进步啊？啊，去房间等着我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孩子吃饭点儿还谈什么心呢？妞妞吃饭干啥呢？爸刚才怎么说的？让你干啥去？啊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
呀，姐夫，你有意思吗？你瞅你孩子长。你俩干啥呀？当着孩子面我就不好意思说你俩。我这教育孩子呢，你看看你俩这一横，这怎么教育孩子呀？教育什么呀？孩子刚放学，你让孩子不高兴，不就撒个小谎吗？你帮他圆一下不完了吗？没完了，就差不多得了。什么叫差不多得了呀？撒谎还是个小事吗？啊，这可不是个小事啊。再说了，他这表面上是撒谎，实际上他跟二米一样，这都是因为爱面子造成的。